很喜欢小王子里的一句话，也许世界上有5000朵和你一样的花，但只有你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。我想你就是我独一无二的玫瑰了吧。你经常会说，你喜欢我什么呢？我脾气又不好又懒，刚刚又凶你。那么我现在就来告诉你，大学陪我兼职，毕业陪我租很小的房子，从来舍不得买很贵的护肤品。 在我们只有电动车的时候，每次下雨都有淋雨，所以我们最怕下雨了，但你没有一点点嫌弃，反而给我鼓励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我们不会永远开小店面，而且开小店面多幸福啊，哪里都能去。真的吗？不仅仅是对我，对我的家人，你也无微不至。你爸一道茶具怎么样？你们潮汕人不是最爱喝茶了吗？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。但其实我更多时候希望你多为自己考虑，你还经常问我，我这么做你会不会有一天不要我？ 这不是桌，这是可爱。说真的，在我眼里，你的小作、小脾气都是可爱的，只要这个人是你，我就会自带滤镜。大概就好像小王子里的一句话，你们可能觉得我的玫瑰花就像花园里的玫瑰一样，但对我来说，只这一朵就独一无二了。